手中的金铲子能铲出金子。中美贸易战硝烟浓浓之际，郭台铭甘愿赴威州设厂，盼能为事业版图带来缓冲。毕竟三月新华社研究员岳涛就曾警告，中国对美出口企业前十强都是外资，其中富士康更长期占中国对外出口的5%到7%。企业名单中前100名台资企业就占了近40%，包括鸿海系、广达系和人保系都榜上有名。여기는세계3개반도체기업마이크론에대해서중국이초강수를뒀습니다마이크론이만드는반도체는중국에서못팔게하겠다고선언을한것입니다이것은대만 UMC가 올해 1월 중국에서 획득한 지적 제작권을 마이크론이 침해했다며 생산 판매 중단과 2억 7천만 위안을 배상하는 소송에 따른 결과입니다另一方面，晶圆代工大厂联电与全球记忆体三哥美光互告侵权。三号，中国福州法院判定联电胜诉，看似风光。然而四号，彭博却大酸，在近日美中晶片战之下，联电只是牺牲品。此外，韩国业界也对贸易战挫雷弹。두나라가충돌할경우양국의피해뿐만아니라우리경제도타격을입을것이라는우려가나옵니다이상현기자가취재했습니다然而华尔街日报指出，在六号中美关税互开第一枪之前，全球的贸易量已经出现下滑。川普与习近平这一场贸易豪赌，恐让包括台湾在内的全球经济成长沦为筹码。三十五分钟。